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小村子里能够找到这样的少林拳师。然而更令我们惊讶的是，在这里我们还找到了另一门神奇的少林功夫——点穴。是真的吗？你可以试一下。能吗？啊，可以。我会很疼吗？不会很疼，但是你感觉一下比较好，因为我给你讲一下。但是我还是比较担心，这个真的点到身上会是个什么感觉？能是人不伤。你会点我哪个穴？我点你中脘。啊，中脘吧。那我来，我试试。好，勇气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遇到开水烫的时候，它会产生一个非常猛烈的一个收缩。如果说当人遇到一种虽然小但是很特殊的刺激的时候，它从内而外会产生一个身体的本能反应去与那个力量相抗。来的恰到好处，产生的这个力量也恰到好处的话，就能形成一个痉挛。咱们每次点穴的效果就是人为制造出一个这样的痉挛。姐，要点吗？这个比点的时候还疼。好了吧？哦，这真是需要解的是吧？哎，我现在嗓子是，哎，我就是像那个一下摔倒了，然后闷住了那种感觉。我给你点重的话，你连说话都说不出来。因为我刚才点的时候，我一感觉你知道吧，你太不抗打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点进去的时候，往里面吸手，我就手往回收了。太不抗打了是吧？我要真正的点进去了，你俩腿就不听使唤了。原来点穴是这样的是吧？嗯。就是制住你，当时就是没有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。这就长寿的把这点穴了。这个点穴很神奇，我觉得最神奇的是解穴那一下，刚才还胀胀的，拍了2下好了。广告钱一万。